我是观光列车的2014年11月17号，瑞芳龙的11:16所拍摄是12次树林发车进化动情况与旅游用3年行12秒的3021的皮蛋豆腐朋友，绿色带新城际站列车在瑞芳站准备驶离。拜拜，再见喽。3021的绿色带在瑞芳南市。拜拜，再见了。3021的皮蛋豆腐团友绿色带新城际站列车是22次，个人历史首度第一次搭乘12次了。新城际站列车在瑞芳站终于驶有，感谢再见，拜拜。其实我个人算还蛮开心的，对吧？至少12次，个人第一次搭乘就搭到3021，绿色带的，对吧？超新的片子，这样算蛮，因为302还没上路吧。然后这边是115的是开往瑞芳的911圈了。然后来等411好了，对吧？反正先拍完11，然后再回家弄。在瑞芳站哦。哎，再见，拜拜。他应该是跑1714，瑞芳发这就。三线刚好秒里，我走11圈了，那就再见，拜拜。